当尖子班和普通班合班。同学们，咱们学校决定开一个实验班，就是把重点学霸班的同学和普通班的同学合班上课。是不是想让我们普通班同学把尖子班带坏了？我觉得可以偷袭，看看他们。这老师也怎么行？反正对我没影响。安静！现在普通班的坐左边，尖子班的坐右边。你们的班主任是原来尖子班的班主任秋云，副班主任是原来普通班的班主任张平。啊？哎，那个最严厉的班主任，有没有搞错？岂不是两个班主任管着？你好，听说你是全校第一，我专门挑你旁边坐来的。还点点头，领导巡视吗？学习还了不起啊？哟，第一天就有火药味啊！合班也还行嘛。大家安静一下。合什么班啊？普通班。同学们安静一下。上课就要安静，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教吗？还是这么好欺负，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怎么当的好老师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当不好啦？又不是只有凶才能当好老师。哟，这不是会发脾气吗？下次他们再这样，你就这样。完了，好日子到头了，感觉合班会很有意思。尖子班和普通班合班，有人举报早恋，黄兰是不是你带着我们尖子班同学的？那是我们尖子班的学生，我们班的学生是一点心思都没有对学习上，不想好好学习，学校更忙。你不能这样说我们班的。老师，是对方给我送，我没有早恋。过分了，为什么只说我们普通班的同学？对啊，是不是其实差事？普通班的氛围好像跟我们班不太一样。我带的尖子班同学怎么可能早恋？就你们普通班，普通班的同学怎么了？普通班的同学不就成绩差了一点，但是我们敢做敢当。老师，你真应该好好教训你们班同学。哟，这傻小子还挺有担当，还学会顶撞老师。你看看你带的学生像什么样子？你又出了社会，估计也没什么出息。周老师，我希望你跟我的学生道歉，他们只是成绩不好，又不是十恶不赦，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偏见。你。老师，我可以作证，确实是咱们班同学递的情书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来拒绝，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喜欢你，别不服。老师，我也觉得你应该道歉。怎么，老师做错就不用道歉呀？对不起，拿做情书的，过来办公室。你的狗就酷。同学，你好酷呀！我收回对你们的偏见。只能说你现在眼睛好了。你为什么帮我说话呀？因为你们太吵了，没叫我刷题了。直男，这样才像一个班级嘛。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今天又是一期贵族学校幕后大公开，请看大荧幕。还记得这张合照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是 P 图的？其实真实的拍摄是这样的：先固定好手机，按全景拍摄，以小亮的视角假装拍一个自拍，然后呢，我再离开。好，我上了。慢点，一二三，耶！报道之后，正在看，深情的看着小兰，假装入镜，这样就可以啦。第二的，就是情人节送花的那个场景，大家都以为买了这么多束花吗？其实真实的拍摄场景是这样的：每个人手里拿一下，然后重新下一个人，把视频合并起来呢，就。最后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新系列，当尖子班和普通班合班上课了。贵族学校呢，只会偶尔穿插更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会更新的啊。后面呢，我们会持续出更多其他的系列的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想看两个人在一起，但是学生不能。这个系列你们就看不到了，就当留个遗憾吧。毕竟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？这眼是否还能红着脸，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好几个劫难，你来过第十几线。当你跟食堂阿姨很熟。阿姨，我要这个牛奶牛奶啦。很辛苦。我靠，危险，给我再来点。够了，吃不了了，都是冷的，忘记了，快！嗯？外面怎么那么多啊？快！你不要怎么打那么多？你在做排便啊？快拿个盆！我告诉主管听。
阿姨，给我把这个倒一下回去吧。没事，就是他打他一下，我特别重，打的特别多。王姐，不用给你添麻烦吧？没有，要打多少随便你。主管，你老板亲戚少说。走，老板亲戚不能砸那么多，他不值五块吗？多打六点。这是老板的妈妈，每天在家里无聊，出来工作打发一下时间。啊，阿姨，这也太好了吧？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我都进贵族学校了，你还在以前的普通学校，跟你一起玩拉低我档次。我现在的朋友啊，要不就是上市公司的女儿，她是校董的儿子，你爸爸跟他们比啊差远了。我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势利眼，在我们面前就老实巴交的。我要放眼往小看，他们看看他到底喜欢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这是在哪儿？我过来。没救了，这个恋爱脑什么眼光？我也觉得小狼不是这样的人。以后啊，咱们就别见面了。你是不是非要我这样说你才满意啊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的？我只是觉得你在贵族学校的朋友又有钱又有地位，我怕你跟我这个土包子在一起玩，他们会看不起你。在这好的环境，并没有高人一等，而且如果跟朋友在一起玩，不担心对方让自己丢脸。我觉得这样的人不配有朋友。我带你去认识我的新朋友，他们素质很高的，不会这样嘲笑人。这是我以前的同学小花，他一直是我们班的第一名。你好，小杨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叫徐婉。虽然你确实苦苦的，但我就喜欢跟苦的人一起玩。他也是我的同学王晓，他就是校董的儿子。你们都好有气质啊，我带你去参观我们学校吧。我们这里有高尔夫球场，可以玩。哇，还有高尔夫球场，就是啊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都惊呆了。不得不承认，你眼光还挺不错。人生多么美妙，记得保持微笑。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今天下午全校组织拍证件照，大家要准备一下哦。证件照？哎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同学，你好。拍个照专门找个仪态老师。小兰，你怎么不准备啊？一个证件照而已，会不会有点浮夸？这个叫浮夸，我觉得完全不够。这个证件照会变成你的准考证、毕业证、各种证的照片，一旦拍丑，就丑一辈子。我是想留在青春里的样子都是很美好的。我也跟你一样看不惯。干嘛这么浮夸？咱们两个就这样拍。怎么，你们要拍情侣装啊？不给啊。我就穿校服。我没有看不惯，我也想要青春记录的都是美好的样子，只是没有这个条件而已。那我的造型师和化妆师帮你弄吧，这怕没事。不用了，我总不能一有问题就靠别人吧。难道我们都拍摄了？走吧。那你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搞。下一个。老师，我可以自己处理我的照片吗？处理完我再交给学校做个证件照。当然可以，让你自己后期处理。咱们学校一直都很支持学生有个性的服装呢。谢谢老师，想到解决办法了。对呀，我 P 一下就好了呀。这次终于是我自己解决了。聪明，我修图很厉害的，拍一张交给你看。怎么会走散了？那时候最好的我们。干嘛呢？你们哪都有你，我关注你啊。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赶紧，上就要接课要抢电脑。为什么要抢电脑啊？不用吗？都突然抢到好电脑了呀。你看，不用抢，咱们学校都是一人配一个包间，一台电脑，电脑都是高配型。哦，还有双人间、多人间，你自己选。哇，有包间，岂不是玩游戏、听音乐，老师都看不到？那我要和你一间。我要跟你一间。孤立我呀？不行，你们给我闹一个多人间。这玩游戏了，一起玩手游吧。好。同学们，手机呢？去网页的程序，把网页的游戏关掉，做好笔记。午夜之作。又是一个差距，别人都会网页制作了。
我听都听不懂。我要好好学习，看来是个跟我一样爱学习的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谢谢，我正好听不懂 HTML 的创建。王小，你叫我要好好学习，太幼稚了吧你！废什么话？那我就要叫比我要好好学习更强。你听我所谓的名字是不是叫好好学习？那王小的网名，我要好好学习。哦。